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喝点草面。我将为你全军。这落手一击能打过吗？试试看吧。这油太大了。没事，你吃不到就不扯，晚上还有很多菜。嗯，不吃了，我吃饱了。我感觉怎么吃它也不往下下的。先打了个骸骨啊。落手一击是不行的。一展千机。还有1分钟开奖啊，一个办卡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了。我走了，还有40秒开奖啊，谢谢水水，一个办卡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了。直播间有个300的抽奖啊。谢谢，说一句深凉不过分，都怪动物园。还有20秒了，嗯，我给他看着，可以来一个试试运气。真的大师永远都怀着一颗学徒。谢谢严格的走着运这一期，谢谢亲叔叔的20个办卡，28个，30个，感谢跟法官说吧。这波亲叔叔不中，我吃屎！哎呦我去！完了，别砍了，对不起！哦吼！啊！闪骂子了，你知道吧？我寻他能 Q 闪，我没寻他能 W 闪，他要减速闪，这就有点难跑了。他要 Q 闪，我们还能走。菜，我跟你说，我死主要是为了什么？主要是为了让他们不挂机，我们能五杀。我都不乐意跟你说。你要非得看我一把也不死，说句实话很轻松。你觉得我会傻到跟一个落手顶着兵线打吗？你以为我是你，小伙子？
将为你指路。嗯，又开始降，看到没？又开始降了。我说一句，哎，我会不会？哎，你会呀，你会呀。我是不是你爸爸？你看，我就是说是不是爸爸都得说是的，你看着没？马上我们升六，集中起来的意志，想干嘛？想造反呢？能够 A 我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们开始吗？他得孤立无援，我们一个 Q 行，但他现在没什么蓝啊，等个十秒念咒应该能杀。好了，看你的吧。吃你塔皮了啊！无极之道在我内心延续。走了，回家了。400+500，刚刚好。皮还加上一个锯齿短臂。这寡妇行，摸你一下。把骸骨给他打了。打的落手吧，最好是不要小兵。我才发现我们家是全 AD 的呀，中单波比呀，27秒有点燃，他起跑没好，但是他有闪现啊，这一波。实在不行，我们让蛤蟆来一波。双眼，这波其实不好杀，我刚才出来的快了，你知道吗？哎呦啊，没事，这寡妇没啥伤害。来了，波比。
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，再来。这 Q 都没出来就给我打死了，可恶啊！可恶的寡妇，我把寡妇杀了。波比，你在虚区呢，波比。走路收波兵，家伙，可不好杀呀！这维克托呀，妈的，他零四幺啊，他怎么跟四零幺似的呢？他是零四幺吗？整了个护臂，无极之道在我内心延续。赶紧出德克萨斯木印。哎呀，我的兵线呢？让他砸，真正的大师永远的怀疑。寡妇来了，我们快跑啊，这波已经没法再继续待下去了，快溜。去中路杀维克托，老电焊工，别从这边走，从这边走立刻能看见，从这边绕啊！满了，给我杀寡妇！还有什么上哪杀上哪？小王八蛋！我就说我不要那个皮肤，非得要让我用御剑传说，我说这没感觉，不信就非得要让我用御剑传说，现在整个二四幺我连区区都没有，气死个人了，我果然又被弹幕所支配了，没办法，一个心软的人他心硬不起来，你知道吗？这人性格就这样，改不了。你看着没，说两句，哎，我的我的，那本来就你的吗？不要被骄傲，那不本来就你的吗？你的啥呀，你给我道歉。我说我不要用这个皮肤，非得让我用这皮肤，我当初我是不是这么说的，咱要没说那就算了。有没有一句是假话，咱都可以翻录像。打个石头人，到现在连个德克萨斯木印都没有，哎呦我天，这怎么杀人啊，这可怎么杀人呢？他咋这么猥琐呢？这他都不敢找我打，他砍呢！
怕啥呀？这都挺进破坏者了，还怕个剑圣啊？拉回来就开干呢。我波尔比，哎，我感觉我要收了，兄弟们，我就要收了，我看看啊，对面 ADC 跑下路去了，咋的呢？看看装备来，红龙不杀，向下路收 ADC， 这 ADC 多少钱？600块钱，我操，发财了。跟我俩要圈是吗？这寡妇可烦死个人，还可以650，这寡妇可烦死个人，这寡妇，这都有寡妇，这老寡妇，一会儿我把你杀了，漂亮。别打了，要我说你们三个人吧不太适合打，这波这攀升个上路呢，先不打了啊。形势先于蛮力，维克托有金身，俺们先不杀维克托啊，要杀就先杀 ADC， 杀完 ADC 杀寡妇，杀完寡妇杀维克托，洛克萨斯之手之类的。这不追的有点深了。小龙没了，我这啥也没干，给我勾死了！哎呀，太烦了！直接团啊！我将为你指路。直接团中啊！对面的 ADC 感觉有机会呀，哎呀，锤石到了，好的了，锤石挺烦人的， ADC 推个塔你跑过来保什么玩意儿了呢，你说漂亮，小炮啊，波尔比，哎，我们可以大龙啊，这是因为什么打输了呢？ EZ 怎么死的啊？ EZ 让卡莎杀了，波尔比让寡妇杀了，我们也让寡妇杀了，不好办呢，我这有点收割不起来呀，我这剑圣头一回出现收割不起来的情况，就是因为这皮肤有问题，难呢。
镇的大师，大龙试一下啊。我有个疑问，为什么大龙打我？你说这潘森老带什么线儿呢？你个辅助，你不去保我 ADC， 你老去跑去带线儿，那我还带不带了？你说，这是你的工作吗，兄弟？这是你需要做的事情吗？飞呀、啊！这潘森可是神神，我现在还不如潘森，那肯定不如潘森。那潘森最起码还有个控，我连控都没有。别飞我，我求你，行不行？哎呦我操！可真难呐！哎呦我小黄毛，那小黄毛估计也够呛了。不过他们家没有兵线，哎。可以上闪现，这人头拿的挺费劲呢、啊、这咋不追了？你追呀、啊、这有啥不追的呀、啊、我追死。给个人头吧，小龙。简直是要吐血呀、啊！我那很怕的地方会出寡妇，那算了吧，就在这回了。这他妈可怎么整？那寡妇来了我咋办？我怎么办？我不寂寞。哎呀！那人没来呢就上啊，那能打死吗？哎还行，打死一个啊，烫死，可以，该我了。算了，别去了，那有寡妇，博士去了，我估计我也够呛杀得了。现在的虚区不是那么很够。
寡妇搁旁边啊。寡妇没搁旁边，那我们可以尝试来一波。大龙刷了，回家吧。爬山，我将为你指路。你飞，别飞了吧，啊？这不买一赠一了吗？算了吧，撤了吧，兄弟们。没事，我们高地马上复活啊，对面推不下来。勾谁呢？勾我呢？能推下来吗？那不有高地呢吗？巨巨死光了，下一把。给你们结个账。